想必呢，今天在座的单身男女一定有一些话想对自己的前任说，对不对？这太炸了吧！就是五年期间只有仅仅一个月的异地，然后他就背叛了我。我想对他说，我把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五年都给了你，你有珍惜过吗？分手那天你跟我说对不起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不会原谅你的。我敢爱你也就敢恨你。最后我想说，祝你幸福，我一定不会说，但是我一定会比你幸福的。我突然觉得这个节目开始好看了。谢谢你。我跟我前任已经分手3年了，我跟他是在音乐节认识的，然后我们感情特别好，但是他想跟我结婚，然后我就从很小不懂事，我就拒绝了他，后面他就心冷了，然后他就离开了我。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懂事了，你却离开了我，然后我想对你说，我以后会好好长大，然后我会忘掉过去，然后我们好好珍惜眼前人，谢谢。加油！哦，真的好感动，珍惜眼前人。为什么这个节目会变强？为什么这个节目会变强？成了。就在心里把你歌唱。那你就一直在长沙？对。哦。我们都是正宗的湖南，那个用长沙话说的捞口子。捞口子，捞口子，这是老长沙的意思。老长沙，老长沙。为什么叫口子？就是那种这边的方言，就是老口子，就是。哦。反正意思就是。啊。哎，长沙话，长沙话难懂吗？难懂啊！我说一句。你说。吃饭都不知道在哪里了。哦。在哪里吃饭？吃饭吗？对。到哪里去吃饭？到哪里吃饭？哦。到哪里去吃饭？咋说？那是搞什么事情没搞对？没搞错吧你？没搞错吧你？没搞错吧你？哦。没搞错吧你？哦。你的想法是？这些我觉得都可以发想了。如果是三首歌的话，一般就是快慢快的嘛。大概我的想法就是这样。你怎么开始画画了？自画像，我在画今天的舞美。哦、oh, okay. ，我在画后面的舞美。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是深情的，一个披萨。披萨。就看这是一个披萨，但是就是五角星，但是还可以很甜，因为是五角星，就是糖果披萨。神奇宝贝，超梦，宝可梦，什么？这是一个电视机超人。差一个披风，对，我刚刚想说差个披风，你得看他怎么没有脚的，他的脚是一个轮子，毫无深度。你一直换气，就是那个心率提上来过后，好像
嗓子就开很多。我知道跑步的确就是其实是一个良方法，我唱歌，开嗓的方法比较简单了。哲哥，如你所愿。耶、你看你们两个还是好手气，好手气，是他要的。我刚洗澡，因为刚我会看到开嗓，然后你知道吗，我就看这里，然后你这个字，我说那你是什么？你们想开场吗？你们是开场吗？对呀、啊，我们死活就想要开场，就想要开场，就没想到就抽中了。哦、oh, ，你中场对不对？对，我就知道你抽到中场， oh, 我猜的一模一样。你们不是想要压轴吗？没有，我们想开场。不要了，你们不要开场啦！我一直想压轴啊。我们是压轴开场都可以。我们想要开场就是把主题点燃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开场你们真的压轴真的很轻松。我是说真的。那我们去找我摸一下那个另外一组。谢谢。为什么开场变得很抢手、啊？为什么？没有，因为人家觉得开场 Annie 都是给你这种德高望重。我不要，不是 Annie 给你们这种德高。我们年轻人有最喜欢开场。对啊，最有活力的。对啊，对啊。你对单身有多上瘾？开始测试。你很喜欢的电影上映了，你会选择？当然是跟朋友啊。你用讲的就可以了。我就看不到。花什么？元哥，你是路过买花花草草的小摊。天啊，我可能换眼镜。好小啊，这个字。一个人去看。条件允许的话，一个人住吗？条件允许的话，一个人住。全哥，你是录音还是干嘛？不是啊，我在回答问题啊。你就点就好吗？不是，我要看字啊。啊，你看得到啊？我很好奇，我们50岁以后的人，通常都是老花才会放远一点，放这么近，可能是什么？一个不好意思，我是老花加近视。老花加近视，近视需要看这么近哦。这样子的话呢，有 focus， 但是我看不到，太小了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是花的，所以我必须这样子。这样子的话，我有一种状况，就是你会变成有两个画面，就是失焦。失焦嘛，因为不是，你会有变成两只手机，然后两个画面，然后你只要选择一边就好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懂。好了，我跟着你哈。测试完毕，测试完毕，好，来看结果。查看结果。哎，他单身上瘾度0%，我也是零哎，我也是零哎。想爱就想单就单的，想爱就佛门弟子。哎呦，想爱好准哦。